我是黄小鱼，是博物派第五十代掌门。为了再抢救一下我们这个即将倒闭的博物馆，今天我和我的大师兄努力一起前去参加武道大会。算了算了，这些都不是重点，重点是我身边这个胡子衣服的女人。她到底是哪里来的女鬼啊？从醒来就开始出现在我身边，对我又喊又叫，指指点点的。我是博夜，是名女侠客。我记得我和我的伙伴念飞离正在追捕魔头夜。杀！沿吸取寒冰石的灵力之后，功力大增，我和飞离合力也难以将他打败。言，交出寒冰石！不自量力。博夜，你好好的博物派掌门不做，非得当念飞离的护卫，好一条忠心的狗啊！少废话！念家造的孽，今日就此了结吧。机会，便只剩夺取寒冰石，将其摧毁，让寒冰石无法再给你提供能量。飞离，你没事吧？寒冰石。再之后，我就来到了这个完全陌生的世界，也不知道飞离现在怎么样了。我想我对自己的处境有些了解了。你了解了？我还不了解呢。我的 flow 怎么样？师兄，我旁边……希望你能看见我之事，暂时莫要告诉别人。六，耶耶。如果你不想招惹更多祸端的话，就得听我的话，记住了吗？好。你跟谁说话呢？没有啊。耶。现在正在由新斗罗大陆冠名的武道大会海选赛的现场，众多门派汇集于此，他们当中既有历史悠久的武林门派，也有因网络兴起的新兴门派，评委更是请到了当红影星，也是游戏新斗罗大陆的代言人袁帆前来助阵。进。袁老师，您的饮料，现场说您可以走台了。好，我换个衣服就去啊。哎，何为武道大会？武道大会就是你们古代的武林大会呗。你代表博武参赛，可否博得头筹？我才不参加呢，我是来陪努力的。天下豪杰皆以参加武林大会为荣，已经不想参加？这都什么时代了，友谊第一，比赛第二，又不是非得争个武林霸主，大家就是热闹热闹。你竟如此窝囊，你这人怎么这么说话呢？怎么回事？是娘们吧，这小毛病。这人我不熟，不熟，不熟。是努力努力，你干嘛去？你别丢下我一个人。小鱼小鱼，我肚子没点感觉。怎么那么多事儿啊？哎，哥们儿，洗手间在哪儿？哎，问一下洗手间在哪儿。哎，我就问一下洗手间在哪儿，你推我干嘛？哎，你什么人呢？小心我投诉你。
小鱼，你在这等我一下，我很快就回来。你快点啊。黄小鱼，嗯，此人行为诡异，必有蹊跷，去看看。我去干嘛？去看看。看你往哪儿跑！